国亮啊，一家庆军第九集。那天音乐大，保证予咱大家愈听愈有耍。清朝皇帝加庆军，过来台湾坐茶船。古早闽东是阿狗，高雄古名是打狗，台南古都请看楼，永康叫做迄波姜头。好古名是点仔口，北斗土名是宝斗，人讲台西是海口，清水叫做牛馬頭。新竹以前是竹站，嘉義古名是朱老山，龙田叫做番仔田，阿公店是叫做公山。竹山的汉字讲上盖赞，鹿港主力是名山，满头好食是笨蛋，人讲宝岛是台湾。清朝皇帝嘉庆君，依次出游台湾，来到石头的妈祖庙。嘉庆君看到石头的百姓连年旱灾，手拿三支的清香，轻轻跪下，向天求雨，向妈祖求保庇，和石头的百姓平安。风雨交加，随时透风，随时落雨，真正是皇帝嘴。石头的众百姓跪下答皇恩。嘉庆为着要答谢妈祖，亲亲数遍，海表新交。冤枉，冤枉！哎呦，我错一个，查某囡仔你奈无代不及发冤枉啦？你是去和天乌兵啊刺起面啦？阿亮啊，那你怎么写的公事？嘿啊，查某囡仔发冤枉一定无同意的，啊是不是有五六个刺起呀？好啦，你嘛点点听人讲。就以小狐狸，你到底有什么冤情？爬起来慢慢啊讲啊。对啊，对啊。皇兄，你若唔肯答应，我规家死我都无爱爬起来。皇兄，我是美福出巡的，你哪知影我是皇兄的？因为我是隔壁庄的人，有一个比我鲁爽的老阿婆啊，伊甲我指点讲，今仔日皇兄要对这经过，叫我都爱求伊替我伸冤。好呀。一个白发如霜哦，暗头毛总白呀！哎呦，皇兄啊，头毛拢白，暗在我阿妈未吼？是无量啊！啊，等你阿妈伫个祖罗山，伊哪会走你家来啦？啊，无头毛拢白，啊，无啥物人啊！白发如霜，哎，皇兄啊，敢会石头这妈祖婆显形？啊，有可能哦，妈祖婆变面哦。你是咧讲啥？是显性，不是变面。哦，变面就是显性啊！不是啦，你点点啦。好、哦、好，这位小葫芦，有啥物冤情做你说啦？我住伫柯家庄，名叫做阿玉。我拄好结婚一个月，未倒转去后头厝，谁知影我拄好踏入大门头一步，大人来报讲我的翁婿已经死去了。哎呦！我是讲要倒转去见伊一个面。现在回去到家已经改观风顶，我求阮大伯公叫他让我见他最后一个面，他死都不肯答应，看差怎样把我赶出门去。哎呦，他有这款人这么意思的啦，要他翁死啊，做母的不能见面哦，超过啊，超过哦。这其中有曲的嘞，就就就来王掉了走。咱离开京城已经遐尼啊久啊，强强我的母后甲父王担心，你即是回家报平安。查，哎哎，皇兄啊，怎样？要不我若是回家，要啥物人要保护你啊？诸葛亮自然都会保护我。系啊系啊，我保护你。诸葛亮啊，这哎哎哎，王德禄，你的口气啥物意思啊？你敢看我做无起啊？安尼呢？本来就是安尼嘛。是啊，本来就是安尼。较早还袂甲你王德禄熟识的时阵，是不是我诸葛亮啊在保护啊？
啊，一个你官做比我较大尔，讲话拢足臭屁的。好啊啦，恁两个卖安尼见面就冤家啦。不是爱做太子太保尔，就讲话拢欺负我不长进。好啦，你也较掂咧。好好，王德道，走，这是叫外围进行。是，好，你用早去，用早去。二哥俩听令。在。这是王科家庄开棺验尸。是。哦，啊是狗啊，妹啊，惊遐久啊，贵啊，那热啊，那热啊，我内裤拢湿咪啊咧。狗啦，头前迄块大牙厝就是啊。哦，迄大牙厝哦。安尼看起来，恁、哦、的家庭环境都袂歹嘛。是啦，皇兄，请你对这慢慢来。哎、小蛋，可惜以后你唔通叫我皇兄，你称呼我为公主，安尼我比狗较好办代志。对啊对啊，这会当替你伸冤呐。对啦，可惜。也恁翁的墓地伫倒位？对正手柄这条路直直去就到啊！原来带我来去墓地。哎、欸，公主啊，你要往阿婆创阿回啊？嗯，要开棺验尸，当然是要去往阿婆啊。哦，要挖棺材。是啊。安尼我来叫土公啊。等下，阿亮啊。哈。恁无经过主人的同意去开棺验尸，你搁叫土公啊？你准备要用力力去较紧啊？哦，安尼哦。啊，无你要叫啥挖啊？当然是叫你啊。他他他，公主阿妈呀，你叫我挖棺材。现在七月时啊，你空空乌白来，迄真正乌落去吼，人拄好打光伊尔嘞。刷落去我较乌落，伊若讲啊，我伫困中昼，啊你甲我插啥物货？尾啊，我得是鬼嘞，鬼刷落去魔神啊，甲后做遐饲头啊会拢来呢，你知唔知啊？你卖遐尔啊无胆好不？我唔是无胆，迄我本来咪熟悉啊。七月时啊，伊拢无伫，拢去佚佗啊啦。你不要真正啦哦七月时啊哇那鬼拢去游览嘛吼是啦啊不知坐对一帮游览车吼你探听不通啊我爱探听啦那鬼在坐司机不敢甲擘鼓的是安怎讲不敢擘鼓不敢得是鬼嘛你哦你写真乱来啊高贵啊这都是这都是哦哎哟公主啊哎呦，啊，因人死了可怜呐、啊，啊，大爷厝好个人，啊，望啊，保清彩彩，你甲看，蒙白啊，哎呦，这世地秘书一句麻将机啊的呀，哎呦，啊，这是三回啊，四回啊，好啊啦，赶紧的准备，哎、欸，再过一支低头的嘞，准备开棺呐、啊，我爱过棺棺槽，是啊，哇，我做一边顺人托工啊，好兼无做工过棺槽，啊，你的意思是不是爱我动手啊？啊，你好啊，安我过啦，哎、欸，哎、欸。哎、欸，对啊，看到棺材，看到棺材，棺材挂个炮开。妈呀、啊，我唔敢啊！你啥那唔敢啦？棺材挂啊，啊，拍开万一人讲，啊，你来啊，啊，我变怎？哎，我都跟你讲无得嘞，你来遐惊啊？好容易佚佗吼。对啦。哎、欸，棺材挂把你拍开，看，哎呦，公主啊，你看妈呀、啊！哎呦，你啊看，哎、欸、哎，查某恁翁有够现实的啦。啊！要去游览，规个物件炸了了啊，人也无伫个啊。什么啊？内面那会空空？哟，啊，尸体那会煞无去？不是无去啊，去游览啦。原来是一座的空棺。嗯，这其中必有缘故的嘞。来，可是，你带我来去你的厝来见恁大伯。是。两位公主。这位就是我的大伯。哦，大伯你好，大伯。阿玉，你回来啊！你这苗见小无秀廉耻的查某啊！我想讲你红尘才死无偌久尔尔，你随时都去外面的所在去甲交这两个客啊！啊，一困了，佫交佮两个，还佫先做拖来个厝内面，要来见恁这个大伯啊！苗见小。哦，公主啊，我唔知影我临时变客兄的，啊，你若客兄的，切。你歹听，什么歹听？哎、欸，大伯啊，那、我看你讲话这个口气，你这个人心肝有哪无好啦？是安怎讲？你有问题啊？我有问题。我两个人有生气呀。我坦白跟你讲，那我你讲我不要紧，迄、那个好你袂讲者，迄、那个唔是普通的角色诶，你讲讲。伊是啥物人？伊唔是别人，伊正正就是当今诶。啊，当今诶。当今的罗香大王，你带戏罗嘞，带罗香，伊就是当今的，未见甲你讲啦，真笑。公主，阮今日专工来遮，就是要请问讲，恁小弟到底是虾米原因死去？对，
你要问阮小弟的死因，对，无要不你是什么人啊？你是什么人？这是阮扩家的代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免问阮是什么人，你无听人讲路见不平气死人啦。我感觉恁小弟的死有奇怪的。有什么奇怪？人死是安怎？因某要见最后一面，你都唔答应，即时盖棺封钉，我感觉这有奇怪。这哪有什么奇怪？人死，起码是七月天啊，天气这么炎热，你死死敢会坑你？做人的大兄的我，小弟死可怜，我赶紧甲入棺封钉，这是自然的道理，哪有什么唔对？你讲的唔对呢？啊，人是做某囝的，煞袂用个甲因翁见一面，啊，你讲的就错哩。哎，什么原因？我你是惊迄个做七月死啊？又过天气这么热，你死死敢会坑你是不？哎呦！你公主啊，安尼有理啊，惊冒臭啦！要那安尼，咱开棺验尸，先怎观察来无尸体？哦，哎呀，你无尸体，你唔是讲伊去游览？是的，我是讲伊的灵魂去游览，尸体一定会伫咧啊。好安尼哦，对对对，先怎观察我拍飞，无看半个人。好、啊，你去开棺验尸？对啊。对要无你是什么时阵去开棺验尸啊？我拄只打字忙啊，无等来尔。哇！恁到底是何等的人物啊？呀，敢无受我的恩准去开棺验尸啊？嗯，安尼我要来去官府报案。啊，你要官府报案哦？嗯，你若报来，你的代志要更加大。是啥物原因？我代志较大。你敢知阮公主啥物人？是啥物人？当今的皇帝嘉庆君。你是皇帝哦？公主，你我听一个惊着水鬼嘞，靠底水抓着哦。到底恁小弟真正死因是安怎样？上挑水啦。我讲，代志就是阿玉甲我的小弟是我的师大人家举办订婚啦。现在我的小弟伫外面的所在，伫咧做生意的中间，佮爱着一个查某，因两个人相亲相爱啦。也毋过我的小弟为着要守着老爸老母的这个遗言。才跟阿玉结婚啦！阿玉结婚了后，这个查某只是说实在想不开，就安尼来自杀啦。死了后，那个查某的阴魂不散，每一日都来到阮客家的所在，安尼吵吵闹闹。我的小弟闹到无办法，唔得来跟我参详。我们这个想一个计，利用这个阿玉等于后头处，叫我的小弟来假死，我这个盖棺封钉。是安尼啦，也那安尼，你小弟假死的目的是啥物？目的是我阿舅来看破，我的小弟讲甘愿要娶迄个查某的新主。哦，那恁听起来，恁小弟是一个真重情的人。啊，恁小弟这么人呢？我甲藏伫五更尾的所在，你去娶伊来见我。哦，就是安尼啊，两个某啦，两个某歹娶啦，安尼可怜哦，公主啊，因迄个小弟身体歹，站袂了，无够站。哎，阵才讲一下倒好咯，叫我诸葛亮来斗脚手就好啊。你有法度通共斗脚手？有啊，我著甲斗娶一个。斗娶一个，你要娶啥？娶新主啊？诶，娶新主，安尼因迄个爱人是毋是叫新主啊？哦，你哦，讲到你这诸葛亮。听到查某就讲你要娶啊啦！新主啊，名未歹，或者主啊，名拢未歹，迄做主的。新主是啥的，你知无？名或者新主，迄是人死啊，已经做鬼啊，刻一个新主牌啊！啊，新主或者新主牌啊！你若娶新主牌，就娶鬼，你知无？嗯，慢，先叫伊卖来食饭。啊，无你唔是讲要甲娶？唔，我唔敢娶。来，小弟，您真是皇上，赶紧扣条。啊，是是啊，小民拜见皇上，小民该死，请皇上恕罪。你就是阿娇的翁婿婿。是啦。嗯，这个情形我拢总真了解，我也真同情你的遭遇。要不安尼啦，我替你安排。哎呦，公主啊，你共安排这新主牌啊，要安怎安排啊？点点啦。好好好，阿娇。皇上，你无听人讲生死为大，你都爱和你的翁婿娶新主为大。你来为偏房，既然到皇上你做主，我当然是答应。哎呦，皇上啊，哦，以前正做人袂歹啊，无简单，有恁这个家庭阿婆来做幸福哦。啊，伊咧娶新主，算何做正房哦？是啊，阿玉啊变偏房哦，无唔对。哦，安尼阿婆因翁若佫娶，唔着变歪房啊？你是咧讲什么话啊？
你又唔办咩安尼乌白塌嘴啦？我知。啊，对啦，也恁注意意见如何？多谢皇兄，多谢皇兄。嗯，安尼代志已经解决，阿良啊，哎，咱就好即时起行咯。好啊，皇兄啊，皇兄，皇兄啊，参禀皇兄。王德洛，我唔是叫你回家，你人奈伫家咧？都点你走去对皇叔啊？参禀皇兄，我有当惊啥？因为重要代志，我即时阁赶来。是啥物代志？太上皇量体欠满，非常的危急，请皇兄即时回宫。啥物？阮父王啊，变为要拿那诸葛亮啊？哟，王德洛，走，即时准备回宫。是，皇上，皇兄。记着路来细去，父王心念边，唔通惦食孤雁池，赶紧转来去。雁池母后心肝意，转来去啊，转来去。凡事就等阮去处理，唔通耽误着春季，耽误着春季。神车靠近君王，君王啊，龙体都要保重哦。哎呀，我有叫医生帮吼，订一挂补品滴。你起来啉啦，吃吃做一下元气咧吼。我唔吃咯，我唔过吃这款物件，我吃甲真惊。太后啊，皇帝有消息了是无啊？君王，你放心啦，我已经命令王德禄去台湾找找皇帝，相信免偌久就有消息啦啦。皇上回宫。咱都惊较紧的讲啊！我会惊。你是咧惊什么啊？我即摆佮见着武侯，武侯会佮甲我赶倒转去台湾啦。袂啦，咱接一摆是专工倒转来看阮王的病，伊要来赶你走。顶啊是恁老母赶的，即摆倒来看恁老爸病哦，尾啊病也好哦，尾啊来佮我赶走啊。你放心啦，有甚物代志我会甲你负责。你要甲我负责？紧来，紧来去见阮王啊！好好。对啦，啊你若记着阮王的时阵，都要较有礼貌的呢。要安怎？啊，见到都爱叫太上皇啊！恁老爸做太上皇哦？是啊。哦，啊，唔，太上你都滚话贴的。你是咧讲啥物啊？太上皇就是本来伊是皇帝，也是皇帝让位给我坐，伊即卖是皇帝老爸，是太上皇。哦，安尼太白金仙啦！总讲一句，看到阮老爸，你都爱跪下，知无？我知，我知。李神靠近父王，不由吉祥。啊会啊！你那讲父王甲母后，因拢食吉祥的哦，啊，我拢食报道的。这是称呼。什么货啊？哦，安尼皇宫咧卖较贵哦。什么货较贵啊？啊，无恁只吉祥的一包千五，阮遐中寿的一包二二，报道的才三担尔，伊那一包千五。你是讲位倒位去啊？无你讲吉祥千五？这是咧请安的意思啦。哦，请安哦。嘿啦。我俩正讲千五的咧。赶紧跪落啊！跪落呀！嘿啦嘿啦。好好。拜见那个什么公什么会？太上皇。哦，太上皇，啊，甲母后。什么母后？皇太后啦。哦，皇太后，你拢食吉祥的。平时。哦，就个安尼哦。阿亮啊，你今摆在创啥？你提安尼创啥？伊讲平心，啊，我心平的安就对。平心的意思就是叫你背起来了。啊，背起来就讲背起来，就讲什么平心。害我整个都平了，你站起来好了。好好好，父王，地形不好，宿主出惊，请父王恕罪。皇帝啊，你看看咧，你这位安尼宿主出惊，你看害恁父王安尼病啊，这么重着，你是来做不好的哦。父王，请恕心里不好。不要紧，不要紧，太后啊，回来就好，你拢起来。对啊对啊，人讲回来就好，恁老母足杂念的。好，你等等。好了。阿亮啊，要要要，你来，好好好。诸葛亮啊，你来变回文成顶去你啦。你叫我来的。哎，叫你来，你到鬼店边啊听就好啊，你是啥？就讲安尼哦。嘿啦，不是啊，伊破病人，伊讲话足细声，
啊，我规点名我一定无听的，我爬起门窗顶才有听的呀。你好你呀，好了好了，安尼着安尼着，师傅好起来好起来。嘿呀，啊，人恁十步老的都无计较，你弟弟含我计较啥货？阿娘啊，你讲什么？什么叫做十步老的？十步老的，你就是十步老的啦。我都是查甫老的啊！啊，你着查甫的，啊，发喙手啊老啊嘛，啊，何做查甫老的啦？有通有通，嘿啊！也那太嚣咧！哦，恁七个哦？啊，什么叫做七个？七个就是恁女朋友啦，较早啦，啊，即马娶过门啊，老啊变就是恁老七个啦，啊，迄何做查甫老的啦？啊，你们在讲啥的啦？对对对，有通有通。对啊，伊讲对啊，你点点啊？太幼啊！以后你爱会记得叫我查甫老的，我就叫你查甫老的哈。对啊，好啦。因两个老潘的，叫三多亏哦。什么叫三多亏？三多亏就是讲讲的要去哦。对啊，你个人傻。对啊。哎呀。阿娘啊，你讲话我上爱听。系啊系啊，红儿啊，你敢知影讲阿娘啊头一摆你要引进伊来做官，离无天官带进宫来见我的时阵，我问伊讲看伊要做啥物官，伊安怎讲你知？伊安怎回答啊？伊讲有才自有机智大人。必多问切，这声都搞我切来。第一姑娘，我你害死，你真是回答阮父王安尼哦。嘿，我甲切伊哦。你有够难善的，我是讲叫你当着别个官仔安尼切，你安尼乌白切切了唔对的，你知无？我知，啊，你又搞口袋人难问，我都有才自有机智，大人何必多问？我都甲我切啊！恁老爸见面，我切一响并过。我咧气死你啊！对对对，安尼对。迄个时阵，我都知影讲，狄姑娘啊是一个真有才华、真有学问的人。是啊。点点啊，点点啊！恁十步老的唔知影我学问到到啥物程度？伊讲我学问足百，我学问足百，对唔对啊？吼，当我太上皇，我讲安对无？阿姐哦，恁钳啊教我的啦。啥物叫做钳啊？哦，你真正有够叛的咧！啊，钳啊听无？钳仔是啥物物件，我都唔捌听到这个名。钳仔乃物件，钳仔就是恁囝啦。囝叫做钳仔。嘿啦嘿啦。原来查某囝叫做啥物？叫做朱七啦。哦，查某囝叫做朱七啦。嘿啦。确实有影恁少年人头脑较好，我有影老了，这话我拢唔捌听过啊。你唔捌听到话也有够济啊。阿娘啊，哟，我问你咧，好好，为什么我的凤梨三碗两处宫廷都带袂掉，都是要外出打扮白身去找你去台湾？恁台湾是去什么所在？我是咧创什么啊？你唔知哦？哦，迄皇上喊我去台湾哦，总共一句，伊算唔得走去新丁啊，走去花市街，走去宝岛里啊，啊，都咩人都顶。红梨啊，可以讲，可以讲。是是。阿亮啊，哟，新丁、花西街，一个什么波导里，迄是什么所在啊？哦，可怜你，那里遐外好耍的，去一摆，永暗时拢会家偷走呢。安尼啊。嘿啊。我是拢去伫遐耍什么物件？也去耍。嗯，哟，讲唔好讲啊。红梨啊。你是安怎拢唔和阿娘啊，甲我讲话哈？无啦，阿娘，较注意，唔通我白讲。你点点是阿娘，我讲煞落，我讲煞落去。吼、哦，去学做遐吼，食迄落啦，食迄落迄乌草啊粿啦，乌草啊粿。嘿啊，奇怪。我在将来以来，我什么款好的物件，山珍海味，什么鸡卡，我都捌食过，我哪会拢唔捌食过一个乌草啊粿？啊，真好食！袂歹哦，软软软 ，Q Q Q 哦。嘿，要真贵无？遐看款啊，遐有千五的啊，有两千的啊。顶你，你是讲啥呢？就顶啊！你顶啊叫到迄个三千的，袂歹的。气死你！什么气势啊！我唔知气势，我顶下叫着迄个三五顿来随注射嘞。哦，
去吃乌草啊，过顿来就好住下。住下，那干么没住下？安尼最好，最好，阿亮啊。哈。等我的身体若是较好了后，你才带我来去吃乌草啊。皇上啊，恁老潘的哦，阮也足笑的哦。今仔日讲啥，我有咧气死啦，我咧急死啦。卖讲，你是真难善你。我知，我卖讲。哎呀，不要紧啦。阿娘啊，若要讲话，你就唔可以讲。你敢知影讲，我是真爱听阿娘啊讲话。所以等下甲我讲话了后，我安尼精神加真好，人加真轻松啊。讲话嘛加真大声。老七的，你有感觉无哈？有呀有呀有呀，阿娘啊，啊你若有时间哦，就较早来陪太上皇开讲一下吼。你嘛拢讲假啊！啥物有闲来陪伊开讲？你嘛拢甲我赶转去。阿娘啊，你阿赶转去，伊较早恁查某老丈来甲我赶转去啊！太好啊，君王，你哪样个对阿娘啊安尼？我，不要紧，不要紧，狄国良啊。哟，自今以后啊，我都封你自由入宫，进宫隆重，唔免通报。有影有影。哦，我要来住一间拢悠哉歪哦。是啊。我拢唔免通报，也唔免弄门哦。唔免唔免。查甫人，你足了解我的个性诶，拄好下着我的个性啊。我若要去弄人的房间，我也毋捌共通报，毋捌共弄门，我拢一日就弄入去。我入去不管是嘛，看到人查甫在洗身躯，啊，我看到我拢黄袂离呢，我黄顶悬啊，我拢看到下骹，啊，黄下骹顶悬拢我看到了啊，安尼上下。但是你若有时间，你就爱较接入宫来陪我讲话，来才讲话我听。安尼我知我知，啊你即马身体有好啊无？我身体加真轻松哦。啊袂歹，你袂死啊，袂死啊！你是咧讲啥？皇姨啊，以后啊，身为一国人君。江山为重，袂用个讲，你想要去倒位，啊，就打扮白身，自由安尼私自出宫去，知影？是。你爱知影讲，这个江山得来是无容易啊！身为一国人君，爱善用朝臣，为百姓设想，立身谨记在心。哦，太上，你咧讲话真正慈悲哦，你拢为百姓设想哦。哦，皇上伊个个性呐，安尼呢，伊用伊台湾替人解决代志，无简单呢。啊，是讲你咧做皇帝，啊，你奈要让予伊做，你奈家己无爱做。因为当时我要登基，我曾经有咒诅过。哦哦。伫我登基以前，我无要超过我的皇宫骨较久，所以现在我就替为予我的皇帝登基。哦，安尼学做皇上，因阿公。以前就在做皇帝啊，阮阿祖啦，是阮阿公啦。恁阿祖是的，啊，拢恁传落恁咧做哦。到我这代第五代咯。哦，无简单嘞，恁阿祖传落恁阿公，啊，恁阿公啊传落恁查甫老的，啊，恁查甫老的再搁传落这个钳啊。哦，无简单嘞，哎，是讲许多太上皇啊。我问你的，啊，我今麦做一品孙男，后过啊，我会用个传落阮囝做二品的孙男咧。这是无一定的，只要你的囝伊那是真在情，无得合作，比你个较大也无一定啊。哦，安尼哦，安尼我知我知。对啦，狄国良啊，唔通叫了阮父王，哎，阮父王啊休息咯。好，哎，太上皇，让你休息啦吼。啊，连你若要食乌草啊粿，我才带你来啊。安尼我别讲啦。好好。王李行个体，父王边提一转好，不要欢喜笑呵呵，阮也不免搁烦恼，故事处理一段落，下江南过波涛。任阮去佚佗，阮母爸看予阮有所靠，免得予阮心头糟。上王封我安乐王，出入自由万事通。只剩我打稳妥当，上王做人上好爽。爱听阮来讲笑话，
时常来奉陪，强强美女真正多，予阮看甲心憔悴。李哥娘啊，你看你这一摆倒转来宫中，态度情形拢总无同款。你看，阮父王搁再封你安乐王，你有欢喜无？封我什么安乐王？安乐王是你食的草药呢？安乐王啦，就是讲予你宫中自由出入。对，我即马一定自由出入。恁老爸讲了，我即马来去上迄号做看人咧洗身躯啊，弄起来，拢唔知我看无代志。哎呀，唔通安尼懒散啦，这不比民间、一切行动袂当亲像以前遐尼啊自由，一切拢爱比较较拘束，爱较有礼貌呢，才袂哄笑。伊要笑啥物货啊？伊笑啊，拢你害我的啦！当我是当时伫咧害你啊！顶下迄逝倒转来，姜英，你讲叫我踮姜来内面礼节，着爱较有礼貌的。若当着大官发喙手的，迄个拢比我较大，叫我着甲跪甲拜。结果我甲跪了甲拜，迄个喙手发偌长的。结果毋是啊，伫咧厨房啊，啊，伫做总部啊。是啊，你去拜着一个做总部的啊。我哪会知啊？伊若甲我拜啊，哦，我甲伊拜一拜一拜到伊的头壳去碰着石头啊。讲甲你吼。我的大小就分不清楚，安尼见着人就拜。我即摆现主持做安乐王，我自由啊，对唔对？是啊。我吼、看到内面的宫女，大家拢有够水，我来带一个啊宫女起来做某。你要带一个起来做某？哎呀，我几岁啊？我会想呢。李国良啊，唔是我咧点的啦。那点民间你搞糟囡仔表啊搞。啊，那点宫内吼，你都爱去拜我做师。哎呀，宫内你较熟个，啊要安怎教你教啊？比如讲，你若看到糟囡仔。你别当个问讲，赵囡仔，恁到底伫倒位啊？安尼就上粗俗啊！啊，不偏专门啊！爱问讲贵妇在哪里？贵妇在哪里？系啊，安尼较好听。啊，你还要问人讲，恁赵囡今年几岁哈？啊，你爱讲贵千金，今年贵金。哦，贵千金，今年贵金哦。我加一个贵就对啦。是啊。安尼我会晓，会晓吼。哎，踮遮佚佗，啊，我来军机处办一挂代事。好，你去你。当着查某，着贵小姐，贵千金，啊问看几岁，今年贵几？哎，哦，搁一个姜母出来，哦，这个未歹哦，这个水哦，这若当台湾遐哦，可能差不多千五以上。哎，手机哪会落去？哎，贵小姐，贵小蛋嘞。哎呦，你是伫咧叫我是？啊，无我敢咧叫贵嘞。讲贵，哎呀，啊，这叫做皇上教我的。伊讲当着宫女吼，讲话爱较客气的，爱见面爱讲贵小姐吼。啊，你要贵去倒位，爱安尼叫啊。安尼啊。哎呀，啊，贵小姐，你的贵手巾去予贵家老了，去予我贵看哦。啊，我贵叫你的贵手巾，啊，行你贵啦。哦、你叫我的贵手巾哦，啊那恁唔得贵大人贵多些哈？贵未哦，贵小姐，你今年贵几啊？人阮今年贵十七啦。贵十七哦，哎呦，贵水贵古锥哦。贵大人，你讲话贵好听。哎呀，原来讲话贵好听，你啊，我唔知含贵讲啊。哦，反正安尼对啦，贵小姐。你跪作水，啊我跪来供，啊唔捌看到跪你咧，你跪徛伫倒位啊？我徛喺跪后供诶。哦，啊跪后供，啊是伫跪什么所在咧？伫跪三供迄个后面后供啊。哦，跪三供后面就是跪后供哦，安尼有闲跪会去找你跪佚佗啦。跪大人，跪欢迎跪来。好啊，有闲跪会去找你。跪再见啊。跪拜拜。好娘、哎呦喂啊！哎呦喂啊！啊哟，查甫老的，你害我踹一个啊！害我一下准讲真是贵来的。这是皇宫要哪有一贵？不是啦，我伫夹七啦啦。什么叫做夹七啦？夹七啦就是叫做恁欠啊教啊，皇上教啊，讲我若要踹内面的宫女吼，讲话吼就爱轻声细细啊。讲当着迄个叫做宫女，讲着爱讲什么贵千金啦、啊，啊你今年几岁？讲还是贵金啦、啊？头前拢爱加一个贵啦。哦，是我的皇帝伫咧教你皇宫的礼节啦。嘿，我这甲钱来补偿呢？哦，伊是台湾敢若用这几句哦，甲偌济你敢知？是二年啊。嘿，这你爱学起来，后过啊你等哦，等这皇宫你一定会甲着钱啦。有机会我爱甲试看卖。对。
彩虹妞妞驾到！贵太后来啊！去看门呀！哎，对对对对。新车靠近君王，贵老七嘞，贵平心。君王，你来这有何贵干？君王啊，那你今麦是咧讲啥？我哪拢听无啦？你贵唔白，你贵点点。现在是阿亮啊，伫咧教我夹起来部署。阿亮啊，啊你来每一遍来伫宫内，啊，着教教遮有诶无诶，连即个太上皇，你也甲拖拖落。无啊，这届讲要贵贵夹起来啊。君王啊，你卖甲阿亮学遐有诶无诶啦。啊，遮无你诶代志，你贵体哈。是。袂歹哦，袂歹哦。阿亮啊，系贵仔，贵要招你，甲贵惊忌。好，贵先惊，哈、啊，哪会着贵招贵咧惊忌的哦？你家要招我惊忌的哦，惊忌咱大家无分阶级的哦。你唔茫可惜讲你皇帝的老爸，啊惊忌着用官司面要搞我压的哦，举手无回大丈夫哦。当然咯、哦。哦哦哦来开始行。慢请阿亮啊。安怎？我想要先问你几句话。好好，是问安怎要行一半看几年？不是啦，我是要问讲你甲王德禄，恁两个人是什么人先熟识家庭？哦，我才先熟识。是你先熟识。嘿，今日皇上若要熟识我，伊袂想要去台湾佚佗啦。也唔过阿亮啊。哈。你的官才做一品顺案，王德禄比你较落尾熟识家庭，伊却是做太子太保，官职比你加遮大。阿亮啊，你敢袂怨叹？我永远袂怨叹，伊做官做比我较大，这应该，这是伊的才情。但是伊今仔牺牲了有忌惮呢？你敢知影？皇上今仔有性命存在，就是王德禄一个人呢。这是安怎讲？有一摆皇上去用怪手捆啊抓，把伊绑掉的，要把伊抬死呢。也伊尾啊吼，王德禄和我白白的倒转来换皇上的性命出来呢。是安尼啊？嘿啊！啊，我也无半撇啦，我也袂用冤家相拍。是安尼啊？对啦对啦。啊，卖讲遐啊，来讲惊奇的代志啊。好，来，惊奇惊奇。开始行、哦，输赢大家无配面的哦。这当然咯、哦，我先出击，对合做你的兵啊，架起来。哦，你吃我的兵啊？对。啊，我跑半山都吃你的枪。不，跑不得半山的，跑拢用棒的啊。啊，这啰代志，这炮一定爱搬山才会用得吃的。哦，炮拢搬山哦。是啊。哦，啊，无像你这，我用我的马吃你的马。你袂用得阁吃我的马。我的红马，你乌马是安怎？我袂用得吃。因为我的炮搬山吃你的枪，都已经滚了。滚？哦，啊滚，你要吃滚哦？啊滚，你都死机了。啊滚，给你啊！我还阁十几支的，我咧惊啥货啊？阿亮啊，安那，这支军啊，就是可比现在的皇上家庆。哦，演啊，身躯边这两支书啊，一支就是可比你诸葛亮啊，这支就是可比王德禄、哦。现在皇上有危险，你要安怎设法来解救？哦，这支军就皇上哦。两支书就是我甲王德禄哦。对啊。哦，你讲这支王德禄。是啊，安尼我刷王德禄起来过关。你若刷王德禄这支出来，阿亮啊，你爱死。我死不要紧啊。安怎讲？啊，王德禄功夫较好啊，伊会当保护皇上安全啊。安尼照听起来，我江山和我的红泥定居，身躯边有这两个左右来伫保护。我就可以放心咯。呀，卖啊卖，我不爱行，你拢食迄一支，我食两支。哎呀，六十多啦，我都爱困啊。你爱困啊？嘿，我要倒来困。哦，你休困哦，你休困。嘿，哦，你爱困个，倒来拢无眠。诸葛亮啊！
得叫，千万得叫我狄国良啊！我是李勇。哦，李勇，哈，李勇，李勇先生。斗南古早他里母，好卖旧时是五间厝。人讲玉井是打八年，古风就是阿达布。民间李国梁啊，受嘉庆君再三的支持，在宫中的礼节，看到发翠手的官，就爱跪落去拜。结果李国梁去拜着厨房的总部。李国梁啊，当着众怒就讲鬼，连太上皇也对讲鬼。李勇的灵魂出现，就是李勇庙的代志。到底这间李勇庙是什么人会改起？敬请期待李国梁啊，以嘉庆君第十集的完结篇。到南古早他里母，好卖旧时是五间厝。人讲玉井是打八年，古风就是阿达布。民间有名是南妈庄，吊灯古早是路吊灯，天中土名田中黄，家里旧时是小人庄。泸州妈祖上界兴，本身五王上界灵，目沙仙公最文明，台湾四季好光景，台湾四季好光景。